歼20的亮相非常的引人注目，它是一个尾后密集队形进入到了这个现场。四架飞机前后的距离很小，而且这个高度差也很小，队形非常密集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飞行员相互之间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心领神会吧。前机他肯定是观察不到这个后机，后机只能是凭着这个感觉观察这个相应的前机的位置。对于这个飞机的这个操纵来讲，精准性要求非常高。其实每一个表演动作都是从实战化给它演变过来的。比如说我们从钻石队形，然后两边这两架飞机分开，朝着观众席做了一个剪刀，实际上这跟我们空战中近战有一个类似的动作，也叫剪刀机动或者叫单环机动。在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精彩的呢，是我们设计了四机的对穿，会在观众席的正前方做一个速度差接近1500公里的对穿，视觉效果会非常震撼。飞机在滑回的过程中呢，和观众进行了一些互动，这也是观众对我们飞行员、对我们飞机、对我们装备的一种喜爱。我们应该用更优异的战斗力来回馈祖国和人民。